老铁们，这几天每天都在演那个人体分身术哦。今天就是真实，往天都是假的。今天真实。哎呀，又整这玩意儿呢？哎呀，这腿整的架，这腿呀！操！哎呀，给我堵血！谁搞的？哎！你妈！谁？干啥呢？飘！哎！今天教大家一个人体分离术啊！双击关注出教学，双击关注。教你哪次学教学啊？昨天把衣服剪了，今天他妈把裤子剪了，真大傻逼去！为啥呀？我录个段子，录哪段子？下集消息了，双击关注出教学，双击关注出教学啊！下。妈，你干啥呢？照你两天不吱声啊！吃饭去，走吧。啥逼玩意儿？你看人瞪眼就白录了。好姐们，今天给大家来个头部一位大型魔术，三二一，走你。双击关注出教程啊！我怎么这么烦这句话呢？你怎么就不能直接说呢？啊，啥出教程啊？不就是一个棍儿吗？这样子特意不下给人家提示吗？骗啥人呢？我骗点关注嘛！我不。双击关注出教程。我给你录视频，怎么有一回成功的呢？你挨不住，不如拉他们走。老铁们，今天给大家来个胸口碎大石，一块大石头，一锤子我给它凿碎，能砸开。双击评论666啊！感谢老铁支持啊！感谢啊！人呢？不到啊？咋呀？没人，他妈放着没人啊？咋了？老铁们，今天给大家来个头开啤酒瓶啊！如果能开开，双击评论666啊！注意啊！妈，你又搁屋做啥呢你啊？啊？媳妇，我干啥？我平，我扫扫地，我扫地。老铁们，今天给大家来了大型开魔术，漂浮的椅子，注意，起走。走你奶奶的！你真他妈是败家小王子。昨天烧了个司机，你今天高铁丝穿个凳子，你漂浮这个，漂浮那个的，来，我躺着来，帮我飘起来，飘起来，整死你，飘。啦啦啦啦。